为什么那边在冒烟？民警正执行勤务，一转头却突然看见浓烟，马上当机立断，做出行动。派出所，你们一楼在冒烟呢！门敲得又快又急，还得一边表明民警身份，因为浓烟持续窜出，室内可能已经发生火灾。所有人起床！ 快点出来火灾！民警狂奔上楼，房门一间一间猛敲，要把熟睡的住户通通叫起床疏散。拿出美工刀，迅速将束带割断，拔出插销，打开灭火器，只花不到5秒钟，接着找到起火点，一阵白烟之后，状况顺利解除。事发在新北市三重中原普渡期间，民众拜拜烧金纸，竟然没有完全熄灭，一间民宅不断冒出浓烟，差点引发深夜火灾。所有人起床！ 幸好远景当机立断，迅速将危机解除，否则深夜中居民都在熟睡，若引发大火，后果恐怕一发不可收拾。记者黄怡俊、尤涛，新北报道。